好，我们接下去由朱秀梅老师所率领的沙金印度舞，来，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啊！朱秀梅老师于每周星期四晚上7点到9点，在本区马豆国小教导极具特色的印度沙金舞，服装绚丽多彩，舞姿曼妙，诚挚邀约各方好友一起来共同参与，让我们的身心舒畅，达到身心灵都能得到最佳的效果。要活就要动，让我们天天都活在欢乐中。欢迎他们的表演。
您掌声鼓励，谢谢朱老师所率领的跳的这个这么棒的漂亮对印度舞。来，要不要拍照啊？啊，这也是我们正文社大的特色课程哦。你看他们每个人哦，打扮的妖娇逼的，啊，跳的这么。